圣诞佳节不但是温馨团圆的好日子，更是全家一睹天王天后冰释前嫌且同台演唱的美好时光。美声天后柯以敏与情歌王子巫启贤自响应四川赈灾歌曲《相信爱》而重新和好之后，将于12月19日、20日一连两天在洛杉矶近郊同台演唱，联手打造巫启贤柯以敏圣诞演唱会。会唱一些我唱片里面的歌，然后当然了，因为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会唱一些 Christmas Carol。 那我觉得惊喜呢是要期待的，因为呢大家也知道说那个巫启贤跟我就是说我觉得有很多的话题啊，然后我希望说如果能够有这个合唱的话是最好的，我非常的期待。为鼓励更多喜爱歌唱的广大华人朋友们，柯以敏更透露有可能在明年度与某美国公司一起推动，将带来头奖高达100万人民币的中国歌唱比赛，已经在筹备的差不多，然后呢将会跟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公司，然后呢他们在这个部分非常的有经验啊，这些音乐学院的学生我就比较期待，因为呢我们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奖金就是100万人民币给这个冠军啊，那如果说拿到这个奖的人他是一个不懂音乐的，我觉得是 very unfair， 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懂音乐， you have to know， 你才可以，你付出嘛，你才有这个样的收获。国际卫视徐振兴、叶宏志为您报道。